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，在疫情来临之际，我特别想用我的画笔描绘出我身边的同事。从构图到成稿，我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。能为他们画出这样的画面，我内心也是感到十分的高兴。我画这八幅画的人物形象都来源于我身边的人，分别讲述着他们在抗疫路上的付出和努力。我希望通过我的手绘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在抗疫路上的他们都是最美的一行人。